为了疏解台北都会区庞大的运输旅次需求，政府在民国64年开始规划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，75年通过行政院审议，77年开始逐步动工兴建，85年第一条捷运线木栅线开通后，台北捷运工程建设陆续开枝散叶，由个别路线的通车，逐渐形成缜密的捷运路网。到102年，本局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已新建完成有文湖线、淡水线、新店线、中和新芦线、板南线、小南门线以及信义线等7条捷运路线，共有109个车站，总营运长度121.3公里。每日平均搭乘旅客180万人次，除了提供都会区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，也大幅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与软实力。